玉米真不错，我跟你说。可不是吧，妈，我搁地里拆的时候我都累死了。哎，对了，妈，今年咱这玉米能卖多少钱？最少能卖两个 W。那妈，你看我那么辛苦，是不是能分我点？这钱你干着就放进来。妈，你给我买房子了？妈，孩儿不孝，让你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全部拿来给我买房。你有没有媳妇？我给你买啥？给他哥买了。弟弟，你是他哥吗？你不是喜欢房子吗？弟弟再送你一套啊。妈，是弟弟。老爆料，我妈她太偏心了。你说她为什么给我哥买房子不给我买？说你别想太多，人妈可能就是单纯的没把你当成人。你不要劝我了，老老就为你这事你管不管吧？你要我咋管？那家里事你。但是他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，老？你跟我这时候，我了不确实你妈过做的有点过分。呀，那我听说你买套房了啊，给他哥买了。你这样做考虑过其他亲人的感受吧？就是啊，妈，这个事我考虑过，给你留个次卧。我是那个意思吗？就是，我老是那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也要留住。当年泪不干。老，你不是过来给我抢房子的吗？你怎么还选上了？哎，老老年纪大了，别开始营救了。我来放回下家里那几个姐妹们，老老还只能给你做这么多了。老，那个房间原来是你给我抢的吗？回头把那个卧室装修一下，别只能这个样了。你问他只喜欢过吗？临走了，可随手关了灯。如果不买呀，耍一通东风混合，我也得重新耍。来了，看一下怎么样？我专门亲自动手。现在你把我的房间弄得好。什么你的房间，老？你这不是给我的吗？况且你不是说你放不下你村里的姐妹们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以后把